到皮卡丘，所以我赚到皮卡丘了吗？这个啦，我看一下哦，现在赠送特别皮卡丘，至2023年2月28号止都能获得特别的皮卡丘作为抢先购买特点。学会了一般游玩时无法学会的招式飞翔，期间是在对对对，在2022年11月18号到2023年的2月28号，然后在游戏中的神秘礼物选择透过网路接收就可以领取了，现在就是特别赠，所以是所有人都可以拿到的哦，所有人都可以拿到，必须要连接网路你才可以领取到特别的皮卡丘，就是要有 NSO 付费，然后在游戏中开启神秘礼物功能大约的游戏时间，诶，所需要的功能需要大概是1到 1.5 小时，就等于说你要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可以领取你的皮卡丘。宝可入口站竞技场神秘可以收神秘礼物哦，这啊可以收礼物哦，哦，透过网络接收飞行钛金属星的皮卡丘，哇，赚到皮卡丘，所以我赚到皮卡丘了吗？哇，真的哎，哇 ，nice， 哇，哇。哇哇哇哇哇！皮卡丘，皮卡丘！哎呦！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圆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